帮撒贝糖果是点命狗福荒岛，害羞表示一起。这女朋友可以吃，妈妈也很适合吃啦。啊，马萨老师扁扁可以。不是啦，日本新男厨师 Masa 出席活动，教大家制作顶级水果圣诞。不小心买到很甜的水果怎么办？像我们的话，还是如果做甜点的话，还是会补一点那个糖。你买的水果是很不甜，那就加多一点糖，还是那个什么蜜蜂？蜂蜜啊。他说马萨老师最近最热的话题就是被糖果师点名。我现在会想要跟那个马萨流落荒岛。一，他长得帅；二，他身材好；三，他温文儒雅；四，他会做菜。马萨索性直接把他的第一次料理直播啦，想去哪献给国师。我就希望了下次还会有机会跟大家谈那个合作的。No. 那我说，如果跟他漂流到无人岛的话，他会希望他去。我是那个什么做料理的嘛，那我负责料理是 OK 的啦，但是我还需要一个人，就是帮我抓什么鱼啊、肉啊。如果他不会抓鱼跟虾，你不愿意跟他？也没有什么不愿意啊，要去要去嘛，这个也可以学习他的那个星座的那个什么的。人生至今最大遗憾就是没生小孩。